AB 了吗？ Under a Bridge 佛和桥跑者节10月30日在公馆水岸广场揭开序幕，这是全台第一个由跑者发起的独立文化节，结合市集与表演，活动内容皆由跑者负责。主办单位希望提供他们空间相互交流，打破跑步商业化的刻板印象，创造属于台湾的跑者文化。这几年事实上路跑活动非常非常多哦，那也造就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跑步这个运动呢已经变成是全民运动，可是其实它就变成说它是一个比较商业行为。跑者节很大的意义就是在于这边，就是把大家真的聚集在这个地方，真的人与人的交流。活动给予跑者更多的对话空间，日常生活经验的分享有助于强化彼此之间的连结，建立共同目标，追逐和实现属于他们的梦想。像今天镜头应该可以带到很多小朋友家长亲子的活动，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跑者朋友，所以今天更像是一个跑界的圆游会。那我们就要从社团到社群，把这个绳子编成网，去承接或去网住大家的梦想。那有这样的一些活动的刺激，或者说一些交流的机会，我觉得对大家提供持续的动能是很有帮助的。舞台上活力充沛的身影与温暖洪亮的歌声，呈现不同于刻苦练跑的一面。热情的氛围感染每位活动参与者，现场也有民众特意北上，一窥跑者节的魅力。我也曾经跑过，只是现在没有持续跑。我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联系跑者的感情，的确会让你有兴趣再重新跑起来，或者是未来可以加入这样子的活动。UTB 跑者节建立跑者与民众的桥梁，使民众更了解跑步文化，希望未来跑者节能推广到国内各地，甚至被国际所看见，使跑步成为更纯粹的运动。记者赖冠如、蔡佩珊台北报道。